焦点视频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荧光幕我们见到杨宗瑜师傅。Hey, 大家好。师傅，今次呢我们呢就开着一个地图出来看。因为呢近排就是一个很热的话题啦、okay? 就是这个的沙岭超级不是娱乐城啊，是殡葬城啊。okay? 20万的灵灰位呢就将会是摆入去，还加上坟场那些。咁啊，呢一個嘅 project 呢一個項目咧，一擺上台咧就一石激起千重浪、咁啊，香港嘅有香港嘅意見，國內嘅有國內嘅意見。OK， 咁啊，詳情我都唔多講啦，太沉啦，因為大家其實即係 search 咧都睇到好多資料噶啦。OK， 咁好啦，其實我想請教嗱呢條問題，我問得嚇好特別噶嚇、以香港嘅風水角度嚟講咧，呢一個嘅超級殯葬城咧，其實佢個位置咧，係咪算係一個好嘅風水？好嘅風水咧，就嗱，如果我哋一般講陰宅嘅風水啦嚇、所以叫龍穴沙水向嚇、我哋要求咧就依幾樣嘢嚇，嗰條來龍啦嚇，咁、然後講翻個穴牆啊，有冇向嘅水啊，兩邊沙手有冇包護啊啲咁啊，咁但係一般嘅公墳咧，好可惜啊，喺香港咧嚇、我成日都話咧，香港嗰、那個地方咧，其實就發富地方，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就應咗喺咩咧陽宅嗰邊。咁如果你話去到食到呢啲咁嘅龍角水勢嗰啲咧，唔多唔少咧，你要去翻咧食翻維多利亞港啲水啦，係嘛？你如果來龍嘅話，你又睇翻大帽山落墨啊，咁啊一路嗰條龍嚟到九龍啊過香港啊嗰啲，咁但係正正呢啲係市區地啊，咁你都做唔到墳場嘅。咁所以咧，你做陰人嘅話咧，喺香港嚟講咧就係好慘嘅。好多時咧，去到啲橫頭橫尾啦，所以橫頭橫尾咧，你好似去到我哋知道啦，講咗咁耐風水啊，我哋香港嘅水口咧就喺邊度咧？鯉魚門。咁如果鯉魚門，我哋個公墳好多，你聽過咧？將軍澳係嘛？柴灣依啲都係出咗鯉魚門以外嘅啊，咁所以咧，依啲就橫頭橫尾嘅地方。咁啊，舊時咧都有一個鑽石山咧，都喺市區啦，屬於嚇。咁但係而家嗰個就封咗墳啦。咁如果你話睇翻我哋好風水嘅地方咧，都寥寥可數噶啦，係嘛？咁啊，另外一個大啲嘅和合石啦，咁啊，最近你講嗰個叫咩話？沙嶺嘅超級殯葬城，超級嘅殯葬城，嗯，咁我其實之前咧我都睇過佢笪地方嘅，但我唔係話去睇風水啦，我嗰陣時就去深圳，咁喺深圳嗰個羅湖口岸咧就望到嘅，咁啊，因為佢本身嗰笪地咧就向住深圳嗰邊。咁如果你話講翻沙嶺本身呢笪地咧，其實咧嗱，你喺睇地圖咧就睇到，咁佢而家呢個殯葬城呢個位置咧，就應該咧而家就係呢笪啊，即係開即係開咗土噶啦嚇。呢個第一期，呢個第一期，跟住第二三期咧就係咁樣再上，即係一路向即係殺上去，即係喺東北邊咁啊一路擴建正確。OK， 咁如果以往咧嗱，我哋去沙嶺墳場咧。我哋沙嶺墳場就去唔到依一忽嘅，咁啊沙嶺墳場咧，佢就喺邊度咧？就近住嗱，你見到依度咧就係火車路，咁啊火車道咧，你喺羅湖嗰度落咗火車咧，就行過去沙嶺墳場都得嘅。咁佢個沙嶺本身個沙嶺嗰個墳場咧，即係嗰個公墳咧，就向南嘅喎。佢其實依喇山咧就分咗咧係南邊同北邊嘅兩個向。咁啊沙嶺原本嗰個墳場咧嚇，一陣間我都有啲相嚇，因為本身我又喺度幫人做個山嘅。係。咁啊，好多咧都係做翻向南嗰邊啲公墳地。咁如果你頭先阿媽問過我啦，沙嶺依笪地靚唔靚咁樣啊？係。咁如果我話講翻佢本身公墳嗰邊咧，如果以我哋陰即係以睇龍脈嚟講咧，嗰笪地就麻麻地嘅啫。哦 ，OK。麻麻地嘅啫嚇，因為咧，如果我哋講山啦嚇。亦都話有向背之分嘅，係咁一個背脊同埋一個面啊，咁往往咧沙嶺嗰個現時嗰、那個個公墳地咧就喺個背脊嗰度，係佢真真正正個廟咧就係望住咩咧？望住北邊，係咁點為之面咧？就因為咧一邊山一邊水啊，所謂叫陰陽相對咧啊，咁沙嶺呢個山咧啊，佢個水咧其實聚咗咩咧？聚咗喺羅即係嗰個叫做嗰個深圳河嗰邊，深圳河嗰邊，咁咧就真真正正嘅面咧就反而喺北邊嚟嘅，
咁有陣時我哋就好得意嘅沙嶺咧，我哋就唔可以隨時去嘅。啊，通常咧就係一個清明、一個重陽先去得，因為本身咧嗰度係禁區嘛。係。啊，咁我哋咧就有啲時間咧嚇，就即係喺啲清明啊，或者係重陽時間咧啊，都會行喺依邊啲山。啊，咁有陣時咧，我哋都行翻佢嗰啲啊，佢有啲名墳喺嗰邊嘅。係。啊，向北嗰邊嘅。啊，咁啊向翻深圳嗰邊。咁你話沙嶺嗰個墳場咧，就本身依個咧嚇，即係現時嗰個公所謂公墳地啦，嗰就麻麻地。咁如果你話個殯葬城咧，似乎佢好似係向北嗰邊。係。啊，似乎可能就如果按我哋風水個角度嚟講咧，可能嗰邊係個面嚟嘅。嗯。啊。OK。咁好啦，嗱，即係我哋大家又知道啦，係嘛？咁啊，頭先所講啦，即係一石激起千重浪，好多唔同嘅意見。咁啊，特別咧喺立法會咧，就有一班咧，唔係我講嘅，有人講就係有一班嘅忠誠的廢物咧，咁佢哋咧就依家先至發覺，怪喺度嘈啊嘛。咁就喂大佬啊，冇理由將呢一個嘅咁嘅殯葬城咧起喺呢個大灣區嘅中心㗎。OK， 喺你嘅角度，其實係咪真係喺大灣區嘅中心而有好大嘅一個影響咧，師傅？我就唔知道佢個大灣區中心係咩意思啦。係，即係。如果佢按即係正常，而家我哋香港都係大灣區嘅一部分啦，9+2啊嘛，係嘛？香港一個特區啊嘛，咁然後深圳其實喺大灣區裏邊一個龍頭嘅城市啊嘛，係，咁啊即係話深圳同埋香港之間嘅地方都係一個中心點啊！即係大家都理解中心應該即係喺中間噶嘛，喺中間啊，但係我唔知佢，所以個中間有幾大啦？依個就係問題啊！唔好講咁遠啦，我用風水嘅角度去解釋啊！如果唔係就講即係講極都講唔埋攣啊！咁嗱，我其實有一集咧，我講過咧就係深圳風水嘅，係啊，深圳風水咧其實最早咧。深圳建市的話咧，其實佢就唔喺而家個市政府。市政府咧嗰陣時，我睇過啲圖咧，就喺即係蓮花山嗰邊落墨，就自己做咗個市府嘅嚇。正咧就係即係坐北向南咁樣嘅。咁但係佢舊時即係開城市嗰陣時候咧，即係做特區嗰個位置咧，就喺羅湖嗰邊嘅。係啊，咁啊羅湖嗰邊咧，即係等於我哋而家過東鐵啊，過去啊冇幾遠嘅地方，咁尤其是香港人嚇、最熟悉噶啦，咩東門啊，咁啊羅湖一帶咧，好多時咧就因為香港人過去得多咧，就大旺咗嗰邊嘅。係啊，咁依個地方咧就同香港咧就關係就密切啲，因為大家咧都係同一個祖山啊，同一個祖山咧就係依個梧桐山，係啊梧桐山落墨嘅，咁梧桐山咧就香港都係。屬於梧桐山落墨嘅一個支脈嘅地方，係啊，佢由梧桐山咧就過嚟咧就紅花嶺，啊咁樣一路布我哋香港嘅龍局，咁啊其中有一部分嘅嗰個梧桐山嘅餘脈咧就落咗去羅湖嗰邊，落咗羅門嗰邊，咁啊所以嗰邊咧有個咩係咪東湖啊？我唔記得咗啦嚇，即係有個係譬如話你東江水過嚟咧，佢有幾個淨水區嘅嚇，咁佢都係喺翻即係深圳嘅東邊，咁啊嗰邊咧就都係跟翻呢個梧桐山嘅餘脈，咁咧佢會大旺咗咧就羅湖嗰邊，咁好啦，咁而家你睇翻呢個羅，即係嗰個沙嶺嗰個殯葬城咧，其實沙嶺嘅殯葬城咧就係喺翻佢敏感度呢啲地方嚟嘅。其實文錦道依啲地方，咁你話係個中心咧，其實就係應該係我哋香港同深圳交流嘅中心，係啱嘅。咁但係問題咧，深圳而家就發展起上嚟咧，發展起上嚟咧，佢而家取佢局咧，佢自己嘅局咧，就係、市府咧，就係蓮花山嗰度落墨啊嘛。係。你見到依個就係市府嚟嘅，佢蓮花山嘅落墨咧，佢依家支龍咧就唔係喺梧桐山嗰邊過嚟嘅，佢就喺東莞另外啲山脈過嚟嘅。咁啊，自成一局啊！咁佢將來佢深圳自己嘅發展咧，佢都唔會向東邊嘅，佢多數咧都係向西邊，因為點解咧？佢而家有一個咧前海嗰度嘅經濟區，咁啊一路去到機場嗰邊咧就係東北邊西北邊喺西邊西邊發展咁如果佢按
深圳嚟計咧嚇，佢自己反而個中心咧就係偏西嗰邊發展多啲嘅。嗯。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個沙嶺個位置咧，其實就喺梧桐山嗰個落脈嘅位置咧，反而係東邊。係。啊，東邊。咁如果按風水嚟計啊，喺深圳自己個地方嚟計咧，其實佢梧桐山嗰邊咧就算高嘅地方。其實咧，如果講財嘅話咧，就唔係好聚氣。你嗰條咁嘅深圳河咧，佢都由東向西流噶嘛。係。啊，咁啊，即係話佢係上游地帶，咁啊一路流出去後海灣，後海灣呢啲位置咧，其實咧佢將來咧佢發展得好嘅地方咧，其實都係喺西邊。係。啊，即係呢啲比較開揚啲嘅地方。咁如果你話影唔影響到深圳嗰方面嗰個發展，或者係大灣區個中心位置咧，反而佢啊～向東邊或者向東北邊，即係嚟揾地啦嚇，所謂叫揾我哋嗰啲墳場咧，對依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咯。我覺得就咁。OK， 咁啊，師傅嗱，我都想請教下啦。其實呢個情況咧，喺好多香港嘅地方咧，都普遍發生嘅、嗯。就係、是、如果萬一我哋嘅屋企，即係對住個墳場、嗯、而又好近啦，係、嗯、嘛？咁其實係咪唔好㗎？其實嗱，唔好話對住個墳場啦、啊、如果我哋講風水嚟講咧，我哋好似而家嚇咩？你又坐緊張凳，我又坐緊張凳。最理想嘅最舒服嘅地方咧，就係、是、後邊係咪有個靠？嗯、有個椅咁靠，咁啊前邊開揚啲啊。譬如話，好似而家我有張台，有個案台啊，我前邊開揚啲啊，睇嘅觀景啊比較舒服啲咁樣。咁、如果你話你墳場嚟計，啊，即係你屋企對住個墳場，咁都屋住墳場啊，多數如果你香港嚟計咧，好多都係起喺山上邊噶嘛。係。啊，咁啊，即係話你屋企咪對住個山。係啊。係咪一樣？即係話等於你嗰個單位，其實你都係背住開陽嘅地方，又向翻山啊。咁就算有墳場冇墳場都好啦，其實嗰個咁嘅觀感咧，要睇翻嗰個山咧對你有幾壓迫啦。嗯。啊，如果係好遠嘅尚可。啊，咁如果好近嘅已經有壓迫感嘅，其實又係唔聚財嘅呢啲地方。係。好啦，咁另外可能你一個問題又問啦嚇，依啲係墳場嚟喎，可能有啲陰氣嘅問題啦。咁啊，視乎咧你個地方咧就係、是、個陰陽相對啊。係。究竟係陰侵陽咧，抑或陽侵陰啊？係。啊，譬如話呢個市區地方好旺嘅地方，啊，咁已經你人氣相當盛嘅，啊，咁但係你有少少墳場喺你對面，而且個距離又好遠嘅，咁。當然咧，依個亦都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咁、如果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你本身咧，依笪咧就真係墳場地啦。咁你自己咧就好靠近佢嘅，啊，咁你自己咧嗰啲樓啊疏疏落落嘅，啊，咁你望住佢咧就似乎係陽侵陰啊，即係話似乎咧有少少咧你自己咧就住得唔自在嘅嚇，因為陰氣重啊。嗯。啊，咁所以有兩個，一個咧就係空實嘅一個感覺，即係你。不要說去墳場，你就向著富山、嗯啊、向著一些高壓的地方、嗯啊、你都住得未必好的、嗯啊、另外一個呢就是那些陰氣、啊、是不是多、啊啊、有影響到可能其他的問題啦這樣、嗯、OK， 好了，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沙嶺這個話題呢我們下一集再請教楊宗瑜師傅、嗯、OK 好，焦点视频山村风水讲堂的时间，荧光幕见到杨宗瑜师傅。嘿、hey, ，大家好，师傅。咁啊，上一集咧，我哋讲呢一个嘅沙岭超级殡葬城啊，个名几好听。O K， 亦都吓得吓人。咁、啊，但我都想先请教下喎，即系喺继续话题之前，其实一个优质坟场啊，系应该具备啲咩元素咧？请教下。优质嘅啦，我哋由即系传统嘅风水学去睇啊。咁如果一個所謂叫陰宅地咧，我哋要滿足咗咩咧？啊，有幾樣嘢啊嘛，啊，就龍月沙水向啊，我之前一集都有講過啦嚇、啊。所謂龍者即係山也嚇，咁佢個來龍喺邊個方？紅紅口啊，咁佢嗰啲龍咧有開過幾多重帳啊，過過幾多合啊，然後嚟到你嗰、那個祖山父母山啊嚇、啊、個報世啊。佢活唔活咧嚇？咁、啊、我哋仲有啲咩變龍八法訣啊？嗰啲又睇嗰條龍咧生唔生猛？咁呢個就係龍啊。咁啊月啦，月咧就係、是、你嗰笪月牆係咪真係有
嗰、那個所謂叫莊口啦、啊、有老頭啊，有合水啊，有純啊，有靈啊嗰啲咁嘅細微嘅嘢啊，依、這個就月牆。沙者即係話兩邊有冇護沙，除咗兩邊嘅咧，仲要咧好緊要嘅就係對面。咁啊，依個咧就好多時咧，我哋睇翻而家我哋香港啲公墳即係少嘅，好多時你對住咩大海茫茫咧，就以為好好，其實咧所謂沙者咧，兩邊個包湖仲有前邊嘅潮岸嘅，咁所以咧就形成咩咧？龍月沙水啦，水聚就天心，就喺我哋中間嘅位置抱住糖水，咁亦都代表咧我哋嘅財富喺我哋前邊，咁啊後咧就要。所謂叫分水啦，因為你落墨有分金啊嘛，咁、然後咧前邊就合水，咁啊基本上咧我哋一個協即係做到月牆嘅標準啊，咁啊當然咧最後咧就成事立局啦，啊你自己個碑係點向咧啊，好似而家有計運嘅嚇，咁、你依個運就依個向啦，嗰、那個運就另外一個向啦，咁啊包埋頭先嘅條件啊，咁去定個月牆。係。好啦，咁如果你推展翻去個公墳咧嚇。好似而家你香港咁咧，因為啲地方矜貴啊，好似我喺上集講過啦，即係都好可惜啦，做洋人到幸福嚇，唔係西人嘅洋人咯，係我哋洋間嘅人啊，因為你有咁嘅水局啊，如果你話搬近啲望住個維多利亞港咧嚇，咁、都係比較聚財嘅。咁但係咧，所謂叫陰人啦嚇，撞都即係好難揾地方啊，一啲橫頭橫尾嘅地方啊，好似我哋將軍澳啦嚇、你見到咧。其實都是在外沙的地方的、包括柴灣這些都是外沙的地方、尤其是你地住大海茫茫、所以叫蕩水無收，其實都不是那麼理想 的、最好有個自己的一個塘局在前面、水聚天心比較靜一點，那塘水呢就是你所吃的、所擁有的一個財富。那如果你說一個公墳、好似而家你有陣時你去唔多唔少啲，即係香港有啲朋友都即係會喺上邊揾一啲公墳地嘅。係。啊，咁佢嗰啲公墳地咧，好自然咧，佢中間咧會聚咗，即係自己開一個水池。啊，咁因為你就唔同嘅向啊嘛，佢圍住個水池咧都會起一啲唔同嘅向嘅。嗯。啊，方便你啊，有啲唔同嘅朋友唔同嘅時間啊，咁啊去揾啲唔同嘅座位。咁、樣去立局啦，咁啊香港似乎即係圍住一塘水去建嘅公墳咧，我又唔覺得有邊一個啊，多數都係對住海啊，甚至乎有啲冇海睇啊，好似同和合石嗰啲你見唔到海啊，你見到一片啊向北嘅一個開陽嘅地方，咁有啲都 OK 嘅嚇、有啲地方都 OK 嘅，咁最好係有啲近水啦嚇。OK， 師傅，我哋假設性去探討呢樣嘢。如果、真係喺某一啲嘅意見情況之下咧，咁啊呢一個沙嶺超級殯葬城嘅計劃咧就擱置啦，或者暫停啦咁樣。OK， 咁啊一個都算係學你話齋個風水都算係 OK 啦，係嘛唔錯嘅地方，其實可以用嚟做啲咩咧？又或者好啦。個呢一個超級殯葬城唔喺沙嶺啦，咁又好老實講啦，可能喺邊度會比較好啲咧？你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假設沙嶺笪地唔做呢個超級殯葬城，而家沙嶺嗰笪地做嗰個超級殯葬城有幾多？好似係做骨灰庵，因為做咩㗎？哇，其實佢好勁，佢真係乜嘢都有，佢係可以擺到200,000個骨灰塔嘅靈灰安置所啦，跟住佢仲會其實係擺到一啲嘅墳場嘅。哦。OK， 然之後其實最勁係佢有30個禮堂。哇！咁犀利。好勁，即係超級喎！真係秒秒鐘講緊，隨時係流水式嘅1,000個人流最少啊。哦。咁其實即係配合翻嗱，之前我講咧，去沙嶺咧都要有禁區啊嚇，只去先去到嘅。如果唔係咧，你就要等清明啊，重陽咁，如果做咗個超級噴影城，即係話你將來嗰個都唔使攞禁區紙喎，因為你裝咗咁多人，就唔係話日日都好多人去噶。係，冇錯。咁如果咁樣，即係一次過都解決到一啲，即係而家你香港係好麻煩㗎好似我哋有啲客啦，咁你即係等嗰啲位啊，都等成2-3年㗎。係。咁有佢解決。咁但係如果你話唔做嗰個位，去做啲乜嘢係嘛？嗰個位不嬲，其實我就講過啦，沙嶺就係
你向南嗰邊咧就係、是、我哋嗰個沙嶺嗰、那個嗰、那個公墳嚟嘅。嗯。啊，咁除咗公墳咧，仲有啲無人認領嘅壯地啊嚇，咁嗰啲即係有啲遺體都係葬喺嗰邊。係。咁佢反而佢而家嗰個殯葬城咧就向北嘅，向北嗰邊咧就不嬲咧。佢我哋嗰陣時行去向北邊啦，我都有啲相嘅，可以一陣 share 俾阿 Mac 佢 post 翻上去啦。係。咁佢向北嗰邊咧，又有啲係佢本身啲原居民嗰啲墳地咁樣嘅，就唔係應該都好疏落嘅嚇，就冇話特別發展乜嘢。係。咁如果佢最近嗰個位咧，就如果你話發展嘅咧，就係、是、一個係。羅湖的口岸啦，啊，即係我哋火車嗰個過深圳嗰邊啦。另外一個咧，啊，一個左一個右啦，係一個敏感度就係火車過關嘅地方。嗯。咁啊，即係話一個人流一個物流過嘅地方，咁你話喺嗰度可以發展到乜嘢咧？如果你話可以發展到嘅，一早就發展咗啦。係。啊，如果唔係嗰個要發展咧，你就將嗰個山咧係咪要鏟咗佢咧？嗯。係嘛？咁如果鏟咗佢話你。即係佢背面啊，就向南嗰邊個公墳，咁你咪要遷咯。嗯。啊，咁所以嗰度有啲咩好做咧？即係我都諗唔到有啲咩特別嘢。係。啊，咁啊，另外話，如果你要將嗰個山嗰、那個嗰、那個即係殯葬城啊，喺去遷去第二度，你要揾翻咁大嘅地喺香港嚟講咧，即係比較。即係唔係人車爭路喎？而家係人鬼爭地啊，係嘛？我哋人都可能唔夠住，你要揾得地方去葬，仲要擴展嘅。不嬲，我哋知道咧，嗱，和合石嗰度有擴展緊，有啲咧就唔葬官地啦，就已經咧就葬咗金塔啦。嗯。啊，咁啊，因為而家開始少人葬官啊嘛。啊，咁啊，好似你而家你柴灣嗰邊又係有啲金塔地嘅，都少人葬啦。咁啊，變咗咧就起骨灰樓，慢慢咧就。嗰、那個即係個數量係多咗嘅，啊，因為你始終骨灰個地方佔嘅地方細咗，咁但係始終都解決唔到嘅。如果你話殯葬城唔搞嘅話，你要喺第二個地方同一樣要搞幾十萬個位，咁啊真係如果要香港嗰個設計嚟講，都係揾啲橫頭橫尾嘅喎，係，啊，即係或者可能去到屯門啦，啊，我有聽過喺屯門，嗯，即係龍虎灘嗰邊，嗯，啊，咁啊可能都有啲墳地。咁如果唔係嘅，又去翻香港島又唔使知咧，香港島太貴啦。你柴灣嗰度再擴咧，話咧你柴灣下邊都好多居民噶嘛。係。啊，咁然後咪就將軍澳咯。啊，再唔係嘅咧，再遠啲啦，去到清水灣啊、東龍島啊嗰啲所謂叫做橫頭橫尾啦，就去到嗰啲地方啦。嗯。啊，咁一樣又要牽涉嗰啲鄉郊地方啊、環保問題啊嗰啲咁嘅嘢，所以依個就留翻俾政府去。即係我俾個政府嘅政總嘅地址俾你去問啦。係 ，OK。咁好啊，嗱，即係一連兩集啦，我哋探討話呢一個沙嶺超級殯葬城啦。咁師傅亦都俾一啲意見同睇法啦，嚇 ，OK。咁啊，大家再睇往後究竟個發展會係點啦。嗯。咁啊，下一集我哋再請教楊宗瑜師傅。OK， 好，拜拜。